後尾誒點睇嚟緊立法會選舉啊？你個睇法？你個初選有咩意見？我上年建制派都有覺得咧咁點解依家今屆立法會選舉咧就真係比較混亂啦，同埋有啲唔係好依家同埋佢預算案咧，咁點解係我想問，例如我點解覺得咧，佢會啲大家咧要 DQ 佢哋咧？咁所以香港派都係其實咁樣啦。你到時選舉係嗰一區嘅自由去決定嘅。我就算但係咧，係咪個個市民都可以受惠到咧？咁點解要咁樣就話？咁我就唔係好認同嘅。好似喺本地反對一啲政策嘅時候，啲本地人嘅關係咧，咁或者有時市民咧都用一啲和平啊、理性嘅方式去表達自己嘅訴求啦。咁我即係想問我哋香港人嘅，真係好覺得自由啊，即係言論自由，完全有度咧，即係要少少嘅嘢都要喺即係喺泛，同埋泛民嘅中意粵語講嘅話，都先嘅表現咧係議員咁講咧係有公平，因為例如我問下你預計會唔會有唔少人被 DQ 係出係即係幫唔到手嘅，係得一進派議員咯。好多謝曬你談堂，我哋再揾嚟係寶良谷八周年李少忠紀念中學嘅張同學啊，張同學，你點睇呢個泛民初選同埋你嘅立法會選舉？阿潘太，唔好意思啊，嗰個信號唔係幾好，我哋陣間再傾過啊。我哋而家睇下係咪有另一位係高女士，高女士喺嚟緊個立法會選舉嘅民主派嘅初選，高女士。係今年挑戰基本法同埋港區國安法啦。如果係六屆嗰個立法會，會唔會都有議員係參選咗民主派初選嘅預備，隨即參選資格咧？咁想問下咁樣會唔會影響到民主派嘅下屆選舉共存？一國兩制同埋呢個國安安全咧，就受到嚴重嘅衝擊。再加上呢個疫情咁咧，個社會咧就冇人安定。我就依家國安法已經落實咗啦，咁香港而家咧就係要發展社會，要安寧，同埋要發展經濟。就唔能夠俾呢個立法會咧再咁樣炒落去咯。即係你支持係即係要 DQ 某啲候某啲參選人嘅。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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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啊，我支持吧，因為你哋大家睇到嗰、那個本土派同埋民進派，佢哋做咗啲乜嘢？係咪先？呢四年喺個立法會做咗啲乜嘢？好，唔該曬阿高女士。好，阿高女士就即係回顧咗少少啱啱四年立法會，陣間我哋可以再傾傾啦。我哋另外仲有楊先生啊，楊先生係陳同學，唔該曬三位同學嘅參與啊嚇。咁我哋咧就先啊，張同學問咗個問題，就係立法會嗰啲情況咧，其實搞到少少折舊啦，真係折舊啦。咁啊，今朝早咧係新加坡先生嘅選湯家，我哋就問佢立法會選舉有唔少人被取消參選資格，因為更多人測試過。嗱，我哋六十萬嘅選民上得。出嚟投票，咁啊可以最主要話俾機會自然更高嚇。四位點睇咧？中國嘅領導人見，其實你選呢個林鄭係錯嘅。我都講咗啦，國安法而家係凌駕做嘅嘢，亦都唔得香港民心。係嘅，好大程度上。好啦。咁所以選咗出嚟話俾你聽啦，俾你又要定咗罪，都唔聽佢啦，可以將持住呢個時間。咁你叫我哋做點啊？仲話民國安法，咁所以全部都係國都有嘅罪名。好，唔該曬。好，唔該曬楊先生啊，唔好意思，時間有限，我哋仲有一位係陳女士啊，陳女士係時間好有限啊，陳女士。係你好啊，蘇生。咁咧，我係講回顧過去立法會咧，真係用啲大陸形容咧，真係好貼切㗎。用咩嚟形容啊？對唔住，聽唔到。係呢個驚濤海浪。我驚濤海浪，係，繼續啊。係，跟住咧，我覺得立法會咧係屬於全港市民。入立法會就應該履行基本法賦予嘅十項責任嘅，係為市民謀幸福嘅。但你泛民議員一次又一次咁樣無底線咁拉布，唔縱火立法會嘅運作，關係到市民嘅利益都唔放過。咁我係堅決反對35+攬炒派進入議會嘅，用拉死預算案唔達到目的，我都係將香港市民拉入深淵。好，唔該曬嚇，係陳律師，每次時間有。